各位师兄，大家晚上好。呃，我们很多师兄在问啊，我们这个修了四家心、五家心，修完了以后呢，啊，那我们下一步呢，我们修什么呢？啊，很多人在问啊。那么今天呢，给大家回答这个问题啊，我们四家心、五家心修完了以后呢，下一步修什么？哎，今天就讲这个。首先呢。<coughs> 简单说一下啊，什么叫做私家心无加心修完了？哎，这个简单的说一下，这个非常重要。那首先第一个呢，私家心的这个它的最最最终的目标就是培养这个出离心。哎，这个大家是知道的。那么这样子的话呢，什么叫做这个修完了私家心？那当然就是修完了，哎，就是修好了这个出离心，哎。 呃，如果是我们把这个处理性还没有修好的话呢，那么虽然这个私家性啊，就是修了一段时间啊，但是呢，啊，这个实际上，哎、呃，实际上还没有修完啊、呃。那么真正要修完的话，那就是要修，呃、要有处理性。哎、呃，那么什么叫做处理性？这个大家都是知道的。哎、呃，那么这样子的话，首先要大家啊，就是要回头观察一下我们自己啊。 有没有这个处理性？哎、呃，就是有没有我们书上讲到的这个处理性标准的这个处理性？哎、呃，那么自己呢有没有这样子的处理性？有没有达到这个标准？哎、呃，如果觉得差不多，哎、呃，这样子的话呢，那么就可以说这个私家新啊就修完了，哎、呃，私家新就修完了。呃，如果是这个虽然呢私家新修了很长时间呢，但是呢。 确实，这个处理心还没有的话，那么啊、呃，得重新修，啊、呃，还得要修，啊、呃，就是到有了真正的处理心为止啊、呃，要要还要好好修，哎、呃，这是第一个。然后呢，第二个呢，四加星以后呢啊、呃，就是五加星啊。那么五加星什么叫做修完了五加星呢？那五加星跟这个四加星有一点点不一样。呢，五加星它每一个加星都有一个数量。 啊，上的这个要求，哎，我们很多人以为呢，这个数量完成了以后呢，就觉得，哎，就是修完了这个五家行，但是实际上就是就就不一定啊。这个数量，比如说皈依啊，最简单的就是皈依。那么皈依我们念完了这个十万遍，那么是不是就皈依修好了呢？那当然不是，哎，这个大家也应该知道的，皈依使我们从啊心里面去修。 而不是啊，就是光是念这个皈依的这个这个这个偈颂、这个，哎，皈依的这个偈颂呢是要念完这个十万遍，哎，但是呢，当然更重要的呢，啊、呃，就是这个皈依的内容啊。那皈依的内容呢，我们自己每个人都知道的。这个皈依它有一个标准，哎，那么我们有没有达到这个标准啊？如果是我们自己觉得， 已经做到了啊，那做到就好了，这就是皈依修好了，这是第一个哎。然后呢，第二个呢，就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就是菩提心啊。那菩提心呢，我们五家心当中呢，也得要念这个十万个这个菩提心的这个发心的这个机子啊。但是呢，这个也不是最重要了，最重要的就是心里面呢，就是要把这个世俗菩提心啊、圆菩提心和心菩提心，哎，这个。 一定要把这个心啊，要修出来，然后就发出来这样子的菩提心，哎，然后呢，我们现在呢也得要每个人就是要回头看我们有没有做到啊。如果是觉得啊，啊这个菩提心虽然就是没有一个高标准的高质量的这样子的菩提心啊，但是呢，啊就是基本上，哎达到了这个要求呢，这样子的话呢，算是哎这个菩提心啊，算是这个发心啊。 第二个无加心，呃，就是算算是修好了，哎，但如果是啊，我们虽然是念了很长时间啊，这个十万二十万遍都念完了，但是呢，如果这个自己内心当中啊没有这样子的菩提心啊啊，那么呢，也这个也就不叫哎修完了。那么这样子的话呢，那就怎么办呢？那就得要重重新修啊啊，那这是第二个，这两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啊、哎，这两个呢，就是因为这个。咳咳 这个归因和发心，呃，它的表准是非常的讲的非常清楚的啊，而且这个都是我们自己，呃，是自知自明，哎、呃，我们每一个人有心里有没有这样子的发心，有没有这样子的坚定不移的发心，这个我们每一个人都自可以自己可以检验，哎、呃，所以都就就很，呃，很简单，哎、呃，啊、呃，那么这两个是非常的重要，那这两个完了以后呢？ 金刚萨多的这个十万遍啊，那么这个呢，我们是没有办法看到有没有达到什么标准。其实这个也没有一个特别明显的标准啊、呃。只要我们在修行的过程当中呢，认认真真的把这个四个对峙力哎、呃，就是做好哎、呃，然后呢，念完这个十万个百字名哎、呃，这样子的话呢，算是啊这个修完了哎、呃，算是这个修完了，是这样子。 然后，但是呢，这个这个我们要正午的话啊，要正午要开悟的话呢，啊，这个这个忏悔罪过呢是相当的重要啊，所以呢，我们这个这个啊金刚萨多的这个修法呢啊，并不是啊，这次修完了以后就不需要修了，这个得要进一步的去修啊，进一步的要修，但是呢，就是呃，先暂时可以。 搞一个短落啊、呃，这样子，这个是金刚萨埵哎，然后就是这个曼扎啊，那么曼扎也没有一个特别特别那个清楚的标准哎、呃，那么这个积累福报呀，那积累到什么样的程度呢？这个我们没办法知道的啊。然后呢，忏悔罪过啊，忏悔到什么程度呢？这个我们也没办法知道。只要我们按照这个无家心啊，他自己的要这个修心的方法、修法的要求。 啊，去做做好了啊，那么这个就算是，呃，修完了。这个世界、呃，这个蛮扎啊，十万遍这个蛮扎，也就是数量上啊完成了。然后呢，积累福报啊，这些呢，就是就是满扎自己的这个修法当中啊所讲的这些要求，我们尽量的去做了啊。那么这样子的话呢，这也就是算是啊，这个蛮扎修完了。那最后一个呢，就是上师瑜伽。嗯、那上师瑜伽呢？ 它也没有一个特别啊明显的这个标准，哎，我们上狮瑜伽修到什么程度就是算是修完了呢？哎，也没有这样子的程度，哎，但是呢，我们啊就是就修上狮瑜伽，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啊刻了这个十万个头，哎，刻了十万个头，这个大礼拜咳咳也就做完了。 然后呢，其他的呃，这些修心啊，修心的这个上师瑜伽的每一个修心的环节，哎、呃，都是很认真的去做了啊。那这样子的话，这个也就算是哎、呃、修完了，啊。然后里面呢有一个就是要念这个一千万遍这个莲师的心咒啊，这个暂时没有修完，没有念完，没关系，哎，这个以后可以可以慢慢念啊，就是慢慢的完成就可以了。那么这五个。 前面的两个是有非常清楚的这个标准啊，然后后面的呢虽然没有这么明显的这个标准，哎，但是呢我们自己，呃、哎，就是，呃，就做哎自我观察、自我检查这样子的时候呢，就是自己觉得，呃，修得还可以啊、哎，那基本就是达到了这个要求的。这样子的话呢，我们，啊、呃，这个五家兴就是算是修完了啊。 啊，如果还没有达到，那么就是以后要还还得要重新的这个绣第一遍、第二遍、第三遍啊，这样子就是精良的绣啊。这个就是我们吴家兴绣一遍呢、啊，就是，呃，就是这花需要花很长时间啊，也不容易。 哎，但是呢，啊、呃，如果是再能修的话呢，那越多是越多越好。然后自己觉得这个五个夹心当中呢，有些地方啊，就是做的不够好，那这样子的话呢，那就进一步的啊、呃、再再修啊、呃，再补充，嗯，这样子就可以了。这个叫做五家心啊、呃，修完了就是这样子。 那五加心修完了以后呢？我们刚刚讲了很多的这个咳咳的、这个、我们的很多的这个师兄文啊。那我们五加心修完了呢？那是不是下一步就是没有修的了啊？那当然不是了，下一步就是有更多的呃可以修的法。那么下一步这个修的法当中呢，第一个啊，第一个是什么呢？就是修禅定啊。现在就是要修禅定啊。然后禅定修完了以后呢？ 然后，哎，就是修这个空心啊，知回空心。那这样子以后呢，就是最后的两个就是这两个了啊。那么空心的这个修行当中呢，哎，如果我们这个前面的啊修的这些发啊，都是修的比较啊标准，哎，这样子的话呢，在修这个空心的过程当中呢，啊，会证悟，哎，会证悟，会开悟的。 那么开悟的话呢，那么就是算是我们这一生当中啊，啊，确实是这个修心，哎、呃，就是就是就是上了一个台阶了，哎、呃，这个并不是呃到达了这个终点站，哎、呃，并不是成佛了，哎、呃，但是呢，啊、呃，就是就是已经是做得非常非常好了，哎、呃，那么下一步呢、呃，那就是不是就是就就就。就 所有修法结束了，那当然不是，这个就是一个开始啊，还不是一个结束。那么下一步的话，开悟了以后呢，那就进一步的有有其他的修法要一步一步修，哎，这样子。啊、呃，整个这个修行的这个过程啊，大大概就是这样子。那么我们现在呢，啊，今天呢，啊，给大家啊，这个回答前面的这个问题啊，就是修什么呢？ 啊，就是修禅定啊。那禅定怎么修呢？呃，很多人也就问，会禅定怎么修呢？啊，好，我们今天呢，给大家这个讲一讲禅定怎么修。哎，就是这样子。啊、呃，那么这个禅定叫什么呢？这个禅定就叫做极致。哎，极致的这个修法。哎，极致的修法。那这个极致的修法呢，咳咳是。 汉传佛教啊，藏传佛教，所有的佛教啊、呃、都要修。然后这个祭知的修法呢，一般一般的情况下是什么样的人要修呢？啊、呃，这个呃祭知呢，就是一个真武的一个前提的条件啊、呃，一个前提条件。那这个是是什么样的？对什么样的人来说，这是前提的条件呢？啊、呃？ 中等根基和下等根基，哎，就是这两个人啊，就是中等根基跟跟这个下等根基的人来说，哎，那么这个机制啊，就是一个正无的一个一个一个前提的条件啊，也就是说一定要修啊。那么上等根基啊，上等根基就不用修了，就这个禅定就不需要修了，就像。 六祖慧能大师，哎，这样子的人，那六祖慧能大师啊，他在这一生当中呢，好像也没有修太多的这个禅定啊，也没有修太多的机智啊、哎，但是呢，人家证悟了，哎，人家证悟了。那证悟他为什么是这样子呢？就是因为，哎，人家根基好，哎，根基好，呃，所以呢，他没有修太多的禅定，也能够。 正悟啊，那我们每一个人是不是这样子呢？不是啊，我们每一个人不是这样子。我们普通的人，普通的修行人啊，也就是这个种下根基的啊，这个修行人啊，那么我们呢，这个这个正悟的这个前面呢啊，一定要这个呃修禅定，哎，是这样子。那么正悟之前为什么要这个修禅定呢？这个原理啊，它的道理是什么呢？哎。 这个就是是很简单啊啊，它的原理很简单，就是正悟是什么呢？正悟就是我们要看到我们自己的心的本心，哎，那这就叫做这就叫做正悟。嗯，那心的本心呢、啊，就是什么样的情况下能够看得到呢？ 那如果我们的心里啊有各种各样的这个念头杂念啊杂念满天飞，那、嗯、各种各样各样的这个杂念啊，特别多,多，我们的心里非常非常混乱。那这样子的时候呢，那这个能呃能看到我们的心的本心吗？也很难的，这个时候就是很难看到。哎，那什么时候比较容易看得到呢？就是当我们的心呢、啊、平静下来了以后。 然后也就是说，没有这些杂念的时候，这些杂念基本上啊没有的时候呢，然后我们哎往里观照这样子的时候呢，就容易看得到我们的心的本心哎，这样子。这个有一个形象的比喻，比如说河流很急的时候呢，哎，我们看不到啊下面河床上的这个任何一个东西哎。 如果这个水流河流的速度特别特别慢，哎，这样子的时候呢，那我们水底下的啊，任何一个东西啊，都看得清清楚楚的，看得清清楚楚的。同样的，我们的心就是特别急的时候啊、呃，特别急躁，哎、呃，就是这样子的时候呢，那就是很难啊、呃、看到啊、呃、这个它的本性。啊、呃，当然，这个这个上等根基的啊，上等根基的人。 啊、呃，在这个时候呢，他也能够能够能够看得到，哎、呃，他也能够看得到这个本性，但是我们中下等根基的人呢，在这个时候是看不到的，哎、呃，看不到。那我们应该怎么办呢？那我们呃，是不是有有，是不是有一些其他办法呢？是啊，我们就是想通过禅定的方法啊，就是让我们的心平静下来，哎、呃，那平静下来了以后呢，那这个时候。 就很容易看到他的这个本心，哎，很容易看到这个本心，这是一个啊，这是一个一个一个道理，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因。还有一个呢，比如说咳咳我们之前啊修四家心、修五家心啊，那么这个过程当中呢，啊大家很认真的去修啊，但是呢，因为我们还没有这个禅定啊，所以我们的心呢还是。 紧不下来的，比如说我们去思考，哎、呃，这个人生难得，或者是死亡无常这样子的时候呢，那也就是我们的心呢，就是因为太多太多的这个杂念，哎、呃，所以就是就是修了一段时间以后呢，就是修了很短很短的时间啊，他就立即啊立即就会走神，哎、呃，走神，那心就是紧不下来。那么这个原因也就是因为我们没有禅修啊，没有机知，所以就是这样子。 那现在，如果是我们通过这个极值的这个修法，哎，让我们的这个心，第一个呢静下来，另外一个呢，这个提高这个专注力，哎，提高专注力以后呢，我们这个禅修啊，修好了以后呢，比如说我们，呃，就达到一定的这个程度的时候呢，比如说我们的心呢、啊，就是让它去修出离心的话呢，那它很长很长的时间当中啊，它就修出离心。 呃，非常的自由自在的去修出离心，呃，没有任何东西，呃，就是的，没有任何东西来干扰，嗯，也就是说没有任何的杂念啊，会会阻断啊、呃，可以长时间的啊、呃，可以修，哎、呃，比如说修出离心也是一样，修菩提心也是一样，修任何这个修法都是一样，哎、呃，特别的有意义的，所以这个禅修是相当的重要，哎、呃。 那么我们前面的通过前面的这些修法啊，已经是这个处理心修好了，然后皈依和发心啊这些也就修好了。那么自己呢，就是确定或者是自己认为，哎，这个这些都已经有了啊。那这样子的话呢，那现在就是修这个即止，即止修禅修啊。那么咳咳修禅修，哎，我们怎么修呢？ 啊、呃，禅修的这个具体的这个方法啊，今天我们讲禅修的一个具体的一个一个方法。然后这个禅修的这个具体的方法呢，非常非常的多啊，禅修的方法是特别特别的多。 呃，那个小乘佛教里面呢，也有很多很多的这个禅修的方法。呃，就是到目前为止，南传佛教哎、呃，一直都在修哎、呃，各种各样的，比如说像四年初啊、呃、等等，太多太多的这个像四禅八定啊啊，这些都是这个这个机制的修法。 啊、呃，然后呢，他们这个里面就小乘佛教里面也非常的多啊。然后就是大乘佛教里面呢，大乘佛教的显宗啊，里面啊也有很多的不同的这个修法，啊，机制的修法。然后呢，就更多的呢，就是在密宗里面啊，密宗里面呢，然后这个，呃，机制的修法相当相当的多。哎、呃，除了这个呃显宗的。 这些修法以外呢，也有特别特别多的这个修法，哎，那么我们是不是我们每一个人都要把这个大乘的小乘的这全部要修呢？啊、呃，也不是，啊、呃，不是。那么我们其中就是就是给大家咳咳讲啊几个呃比较。 大家都是公用的啊，就是比较几几呃，就是公用的啊，仙宗啊、密宗啊、大乘小乘公用的，还有就是比较重要的哎，一些基本的、哎、这样子的这个修法啊，就是我们就可以个可以，可以讲这么几个修法哎，几个修法。那么今天呢，就讲其中的一个啊、呃、这个修行的方法哎，其中一个。 啊、呃，那么我们啊，这个修修心的时候呢，具体的这个修法呢，哎，我们嗯，今天呢，就是我们用一个啊，就是一个密宗里面的一个一个这个修法。那、啊、但是这个密宗的这个修法呢，实际上呢，它它的内容呢，实际上还不是不是密宗啊，呃，不仅仅是密宗啊，这个显宗啊、密宗啊，大家都是。 呃，大家都是公用的一个修法，虽然这个出处啊就是秘法，但是呢啊、呃，大家都是公用的。那么我们、嗯、就是修一个，今天讲一个这样子的这个修法，哎、呃，然后呢啊、呃，就是大家啊、呃，就是按照这个这个啊、呃、修心的方法去修，哎、呃，这个特别特别的重要。 那么这个修法的有几个有几个环节啊？第一个环节呢，就是当我们啊、呃，就是开始入座的时候的一些呃一些呃方法。那么这个呢，呃，就是大家应该是知道的。这个比如说，因为大家都不就是修完了这个四加心和五加心吗？啊，那么这个时候呢，入座和出座的这个方法啊，出座和入座的方法啊、呃，大家应该是很清楚的。 所以呢，就是比如说披露起法啊，然后呢就是排除乌起，啊，还有就是这个呃头顶呢就是灌香啊，这个释迦牟尼佛啊，然后就是花光啊，融入自己啊，这些都是已经是在这个四家心和五家心当中呢，就是修了很多很多很多遍了，哎，所以呢，这就这个就不需要说了，嗯、呃。咳咳 虽然我们今天不需要说这些，啊、呃，不需要重复啊，但是呢，修行的时候呢，哎、呃，大家就是要按照这个这个次第去做，哎、呃，按照这个次第去做。嗯，如果有人不知道，哎、呃，但是我觉得不可能不知道了。这个就修了无加心以后的人呢，不可能不知道啊、呃。但是如果是没有修四家心、无加心的人，啊、呃，直接去修这个禅定啊、呃，如果有这样子的话呢，那么。 啊，就是呃，得要看一看这个出座与入座的一些方法。哎，这个都已经有很多很多的资料，呃、哎，大家要阅读学习、哎，就可以了。哎，今天呢，我们在这个地方就不讲了，讲了就就会重复。哎，那么修这个修修这个禅修的时候啊，首先把这个我们身体哎，譬如七法，哎，身体就是要作为这个譬如七法。 呃，大家可以看我们今天的这个啊，这个有一个资料、嗯，这个里面呢，大家看看啊，第一页上面，呃，第一页上面，我它这个里面呢，就是将啊前面的第一个修法，第二个、第三个我们就不讲了。比如说这个里面呢，第一是什么呢？第一就是呃神。 本竹，哎，神的本竹，哎，这个就不用讲了。然后第二个呢，鱼本竹，啊，也不不讲了。第三个呢，就是义本竹，哎，这个就是咳咳从这个地方呢，就往下看啊。我们今天的这个这个呃机制啊，有两种机制，一个叫做油香机制啊，另外一个叫做物香机制。油香机制。 和无相机制，啊，有相和无相是什么意思呢？有相就是说我们修这个机制的时候呢，有一个东西啊，我们去观相哎，有一个比如说像佛像啊啊呃，就或或者是就某一个字啊啊，本尊的这个中字字啊这样子的某就这样子的呃东西哎，我们去相哎，那这叫做有相啊，有相机制 啊，有、呃、相机制，然后呢，另外一个无相机制呢？啊、呃，无相机制就是不观相，哎，不观相任何的这个法，哎，本尊的、嗯、这个字啊，或者是佛像啊，啊，等等等等啊，什么都这个不观相，什么都不观相。那么这个呢，啊、呃，就叫做无相机制。两个都是相当相当好的啊。那么。 这个当中呢，我们今天、嗯、这个讲的是啊，这个呃，这个邮箱机制啊，然后哦对，这个我们肾本住啊，肾本住这个里面呢，看到了吧？大家看看啊，那个上面就是说，如果我们不知晓身体的药店正确的做法啊，这个里面就是说，我们的身体，我们大家必须要知道我们的这个身体的这个做法，呃，是特别的重要，呃。 就是佛陀的这个呃呃这个小乘佛教里面讲啊，很早很早以前呢，就是呃有有一些阿罗汉，他们在一个森林啊当中修行，呃，他们在森林当中修行，然后呢，修行的时候呢，就周边呢有一些猴子，呃，然后呢，猴子就是看到了这些阿罗汉，他们每一天都在那这样子。 毗卢七发的大佐，哎、呃，然后这些猴子呢，看到了这个这些这些阿罗汉大佐，就是做毗卢七发大佐的时候呢，猴子就是模仿这些，呃，就是这些阿罗汉啊，他们也去做这样子的这个身体的姿势，呃，身体的姿势就就入入不懂的坐在那儿啊。 那这样子，当然这个猴子呢，他们不知道这些阿罗汉心里面想什么啊，这个不可能知道的。但是身体的这个姿势啊，他们是看得见的。那这样子以后呢，就是时间长了以后呢，哎，这个猴子的心啊，也就是就静下来了，哎，静下来了。当然就是不可能是就一模一样的禅定，但是呢，心也就特别特别平静了，他们的心也。 很平静啊，然后他们也可以长时间的、就是，就是就是坐，哎，坐着不动，哎，就是这样子。那么这个是在佛经里面讲，这是什么原因呢？哎，这就是他的这个身体的姿势的功德，哎，这、就是毗卢七法的这个作用，哎。那猴子他不可能知道这阿罗汉的心里面想什么，啊、哎，禅定、修法。 他不可能知道，他只看到了这个身体的姿势啊，然后他们也就是做这个身体的姿势消方啊、哎。那这样以后呢，他们的心也就最后就特别特别平静，那这就是这个意思，就是说这个披露七发是相当的这个重要，对啊，这里面也就讲，比如说我们的这个相许当中啊，我们的相许当中，真正要这个就达到一个修行的这个境界的话呢，那么。 呃，如果我们不知道这个披露启发的这个重要性，如果不不做这个身体的这个姿势这样子的话，它就成为一种障碍。哎，呃，当然我们修心修得比较好的时候呢，啊，那个时候就无所谓了啊，无所谓。但是早期的时候，开始的时候是一定要认认真真的，呃，就是把这个修行的样子啊，也是要做出来，这也很重要的，非常的重要。那。 这个佛佛经里面有一个说法，尤其是密宗里面经常讲，我如果我们的身体端正啊这样子的话呢，我们身体的里面的气脉啊也很正啊。如果气脉正，哎、呃、这样子的话呢，啊我们的心啊也很也很正啊。意思就是说，我们的心里面也就不会有太多的杂念啊。 呃，就是这个身体的姿势，它本身就是有这样子的这个，哎，作用啊。然后呢，在秘法里面呢，讲了太特,特别特别多这个身体的这个披露技法的功德啊，讲了很多。但是我们就是以后有可能自己可以学，或者我们现在就是反正就不用说那么多了，哎，呃，这个我们这个在这个当中呢，简单给大家介绍一下，是这样子，特别重要的。 那这样子的话呢，就是这当中啊，讲了，那身体的这个身体做披露期法啊，啊，这个是什么呢？就是两个，哎，就是两个呃两个腿，就是金刚加腹坐啊，金刚左金刚加腹坐啊，或者是攀腿啊，或者是我们单攀啊，也可以，比如说脚痛哎，这样子的话呢，左左脚啊，左腿就放在里面，然后呢，右腿呢啊，可以稍微往。 前面，呃，就是我们平时我们这样子就叫做这个单盘啊。如果这个都盘不盘盘不起来的话呢，那可以呃，由推，呃，可以放在前面稍微松一点点，啊、呃，稍微稍微松一点，这样子以后呢，就是推不痛。呃，这个披露气发非常的重要，哎、呃，这个就是，但是呢，我们这个地方呢不需要一个一个的解释，哎、呃，大家也知道的。 然后这个玉本主这个时候呢，就是说了啊，这里面也就讲了，我们打坐的时候呢，啊，修这个机制的时候啊，那么这个时候呢，不单是就是不说话，而且啊，吃粥、捻粥都不念的。哎，那这个我们之前的这个四家性和五家性是不一样的啊。五家性的时候，我们不就是要念很多很多粥吗？啊，那这个时候就是不念，哎，什么都不念，就是要。 嗯，念这个，念这个，念这个，吃肘松筋啊，这样子都就就就不不不做了啊，更何况，哎、呃，聊天呐、啊，说话呀，啊、呃，接电话呀，打电话呀，等等，哎、啊，是这样子。然后心啊，第三个就是心本足，就是说心要平静下来，哎、啊，心平静下来，那、呃、这个我们开始的时候呢，那肯定做不到了啊。 心平静有一个方法才能够做得到，这个就后面会讲。然后呢，这个当中啊，就是说我们的心，我们目前我们的心是什么样子呢？啊，就像是一个夜马一样的，哎，野马一样。那所以呢，它就是根本就是不听话，非常非常的野蛮啊，非常的糟糕，哎。然后就是比如说我们让它停下来，哎，安静啊，它不会安静啊。 或者是我们让他去思考某一件事情啊，他也不去思考，那、啊、不去思考，反正就是啊，他他就是跟我们啊对着干啊，就是根本就不听我们的，呃，这个呃智慧呃，不不听这个指令，所以目前我们的心就是一个这样子的状态，呃、所以呢，我们就是需要修机值啊，机致就是用来调伏。 我们的心啊，那通过极致的修法心啊，就是慢慢的可以这个呃调整。那调整了以后呢，最好的时候呢啊，就是可以这个他可以做到一个特别呃听话。比如说让他去修菩提心啊，那么就是他一定会在这个菩提心的修法上面啊，一直都停在这个上面，他一直都去思考这个，呃，他就不会离开这个主题目标。 这样子的都特别的有意义的一个这样子的方法，所以这个机制的方法是一大家一定要修啊，非常的重要。那么我们、嗯、现在的这个机制呢，我们刚才讲的这个邮箱机制啊，今天我们讲的是邮箱机制。那邮箱机制里面，哎，大家、嗯、可以看，在前面放一个木块、十字等微小的物体，哎，大家看到了吧？ 哎，那么这个就是一个特别简单的、最最最基础的这个，呃，禅定的这个修法啊，是一个入门的一个特别简单的一个修法。那么这个后面呢，他会讲很多很多其他的这个修法。哎，那前面今天我们讲的是第一个最基础的入门的，虽然是入门的基础的啊，但是呢，如果我们这个禅定呢、啊、修的好的话呢。 同样啊，也能够达到这个最好的禅定的这个目标啊，完全是有有这个作用的，结果是一样的。后面的方法有一点点不一样，但是结果都是一样。那这个修法是什么样子呢？我们大做刚才前面讲的这些披露七法呀，这个排除无七啊，全部做完了以后啊，全部做完了以后呢，然后我们啊，在自己的前面啊。 就是放一个东西，任何一个东西都是可以。这个书里面啊、呃，也就讲木块啊、呃，就是就就是就是包括一个筷子也可以的啊、呃，或者是任何一个一个东西，呃，或者是石头，呃，小石头，呃，或者一支笔啊，或、呃、者一支笔啊、呃，或者是一本书啊，啊、呃呃，任何一个东西都是可以的，就放在前面啊、呃，放在前面，放在前面什么样的地方呢？ 就是我们的眼睛啊，就是可以可以直接这样子真实的这样子的地方，哎、呃，就大概这样子的位置方啊啊，或者是我们平时我们那个披露七法的时候呢，眼睛往下看啊，那这样子的话呢，我们就是往下面啊，就是比如说前面前面稍微低一点的地方啊方啊也是可以的，哎、呃，或者是我们眼睛可以这样子真实啊的地方啊，就是稍微高一点的地方都可以，这两个都是没问题的，<coughs> 就。 是可以啊，还有如果我们啊后面呢，他会讲这个木块、石头等微小的物体啊，换成一个阿弥陀佛的像啊，或者是一个释迦牟尼佛的像、观世音菩萨的像，还有就是的这个金刚萨埵的这个像啊啊，或者是我们可以换成一个啊本尊的一个。 中字字啊，或者是一个明点圆圈啊，这样子的明点啊，很多很多，哎、呃，后面就有很多很多的修法。但是呢，我们这个开始的时候呢，先不说这些了，哎、呃，先不说，先我们就是从普通的，啊、呃、就是一个微小的这个这个这个无、这个、梯啊，在这个上面，哎、呃，去训练，训练，哎、呃，慢慢的就训练。那这样子以后呢，后面呢，啊、呃，可以还。 哎，我们这个同时可以观香啊，金刚萨多呀等等啊，这样子的话呢，就是更啊更有意义的。呃，前面啊就是一个十字等微小的物体，哎，微小的物体放在前面，哎，那放好了以后呢，啊，放好了以后呢，啊，大家看，双眼补闭，哎，我们这个我们大家已经知道了，我们。 呃，大左的时候呢，啊、呃，不能闭着眼睛，哎，不能闭着眼睛。我们刚才讲了，如果是放在下面啊，放在前面的桌子上面，哎，这样子的话呢，那我们的眼睛啊，就是半闭的状态，就是往下看。本来这个，嗯、呃，譬如技法当中啊，本身就是这样子，往下看可以啊。如果放在稍微高一点的位置啊，那就就是不是半闭的状态，我们的眼睛睁开眼睛就看这个。 呃，无物体，哎，这个小的无体啊，呃，那这个时候呢，修法是非常非常简单啊，特别的简单，就是呃，这小物体放在前面，然后呢，两只眼睛啊，就是看着这个，比如说，如果是一本书的话啊，那就不看这个整本的书，就看这这本书上面的一个字啊，一个字，呃、哎 就是脚垫啊，我们的这个脚垫就是要放在一个很小的地方啊、呃，很小的地方，啊、呃，比如说前面，比如说这个佛塔放在前面啊。但我不看这个佛塔的整体，我就看这个佛塔的顶尖啊，下面有个很小很小的东西，圆圈啊、呃，圆圆的，呃，看在这个上面，哎、呃，呃，或者是这个佛塔它做的某一个角落上面，哎、呃，就是脚垫就放在这儿，哎、呃，呃。 就是这样子的，然后呢，如果是其他物体啊啊、呃，那也就是一样，就是就看在一个很小的一个角点，哎、呃、上面，哎、呃、就是两个眼睛呢就专注在这个这个上面、呃，然后呢，更重要的是什么呢？更重要的就是我们的心啊，我们的心，我们的意识呢也就跟着我们的两个眼睛啊，就也看得到这啊、呃，也就是看到看到这个物体的。 某个地方，啊、呃，心怎么看呢？啊，就是意思就是说，我们的心也就专注在这个地方啊，专注啊，专注怎么专注呢？那是不是我们要去思考什么呢？不思考啊，不思考，什么都不思考。嗯，如果思考了，那就不是机智了。大家必须要知道，哎，这个我们修四家心跟无家心就不一样了。哎，嗯、呃。 我们可以这样子讲啊，我们佛教的这个禅定啊、呃，修修心有三个不同的呃这个类别呃别，呃第一个是是什么呢？有思考、有思维的，哎、呃，这个是必须要去思考很多很多东西。这是什么呢？这就是四家性、和无家性啊。我们修四家性、五家性的时候呢，经常要去思考很多东西啊，人生无常啊，等等等等啊，那、呃、这是第一类，就是有思考的。第二类。 没有思考，什么都不想，那这是什么呢？这就是我们今天讲的这个禅修啊，极止。第三类，既不思考又不是不思考啊，那这是什么呢？那他已经超越了这些这些思考不思考，那是什么呢？那就是呃以后呃我们要修的这个空心哎，他、呃、就已经超越了这个思考不思考。咳咳那我们今天讲的就是。 第二雷，哎，这个第二雷的这个修法啊，所以呢，啊，这个时候就就不思考，心里面什么都不想啊，就是要就是要我们的心呢、啊，就是要绝对的呃这个放空啊，绝对的放空，哎、啊，就是不思考任何的问题啊。为什么叫绝对的呢？比如说也有也有一些相对的啊，相对是什么？比如说我们去这个这个修法里面呢，也一个。 有一个是梳梳息法啊，梳息法就是梳呼吸啊，梳呼吸。那梳呼吸的时候呢，就是有一点点念头，哎、啊，就是就这个梳，就我们的那个时候呢，我们的心呐、啊，它它也在竖这个梳子啊，呼吸。那梳洗梳呼吸呢，它也是一个念头啊。但是呢，只有这个念头啊，除了这个念头以外，其他的所有的念头啊，都放下了。所以呢。 这个是相对的，哎，相对的无念，无念就是没有念头啊，相对的无念。那今天我们这个地方讲的啊，那它是没有这样，它是绝对的无念啊，它是绝对的防空，防空，把我们的所有的这些呃念头啊全部清空啊，全部清空,、哦、部清空防空。嗯，但是这个清空防空当然没有那么简单啊，这个是清不了的，呃，空不了的，呃 但是啊，有方法啊，有方法，下面就是有方法。如果没有这些方法的话，是不可能的，哎，咳咳不可能的。我们的心啊，一定会对着干啊。那么它对着干的时候呢，我们强制性的呃方法去呃就是控制啊，那就是那就是两个就对立起来了以后呢，这就很很很麻烦的，哎，是。 达不到这个这个平静的状态啊，这样子以后越越越来越糟糕啊、呃，所以呢，啊、呃、就是有一个特别山巧的方法去逐步逐步的去调整，哎、呃，这样子就没问题了。呃，那么刚才我们看，刚才我们讲了啊，我们的两只眼睛呢看这个小物体的某一个焦点，哎、呃，然后呢，我们刚才讲了心也就专注在这儿，哎、呃，那么什么叫心专注呢？ 实际上，那刚才讲了，我们是不是心我们的心去向这个东西呢？啊，这个不是啊。那我们不去想这个，那那就什么叫做什么叫专注呢？哎，这个时候我们大家都搞不明白了。我们的心，我们的眼睛可以看这个物体的某一个很小很小的一个点上面啊，这个我们大家都能够理解。但我们的心呢，它又不去思考这个，它又不能去向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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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焦点啊。 那怎么叫专注？什么叫专注呢？是、呃、啊，大家我们怎么去理解这句话呢？啊，虽然哎、呃，我们说啊、呃，我们的心也就专注它，实际上呢，啊、呃，没有什么专注。实际上我们心里什么都不想就可以了，这叫做专注啊。那心里我们的心什么都不想了，那我们怎么怎么怎么叫我们的心也就专注在这个地方呢？哎、呃，这个大家可以试一试啊，我们。 就是可以试一试，就是因为我们的眼睛在看这个这个很小的一个点的时候呢，我们的心也就可以专注在这个上面啊。意思就是说，我们的心里面什么也没有想，哎，就看这个地方，心里什么也没想。要、啊、那这样子的时候呢，表面上就看起来我们的心，我们的眼睛也在这个上面啊，这个点上面。然后呢，似乎就是我们的心也就在，也就锁定在这个点上面，然后它就不动了，哎。 就感觉上是这样子，但是呢，实际上呢，我们刚才讲了，实际上我们的心没有在这个上面啊，没有没办法就锁定在这上面。实际上，真正意义上呢，他什么都没有想了，哎，就这意思。哎 <coughs>，那我们现在这个时候呢，整个这个修行的过程当中啊，我们需要的是什么呢？需要的核心的部分呢，就是心里面不能想。 哎，心里面不能想任何的东西啊！这个时候出离心啊菩提心啊这已经想完了。我们之前就已经啊、呃，想了很长很长很长时间了。现在，出离心、菩提心什么都不想了，哎，什么都不想，啊，这个时候呢，就是要心要平静下来。哎，就是就是就是说白了以后呢，说白了呢。 就是说，哎，这个我们的眼睛看，心里面不像，啊，就这意思了，哎，就是这意思。但是我们很多时候呢，这个在文字当中呢，就是讲，就将我们的两只眼睛，呃，加我们的心啊，然后呢，三个就就就就在这个目标上锁定，哎，表达是这样子的表达啊，这是一个表达的方法而已，实际上就心里面什么都不要想啊，就是这样子，呃，双眼。 补鼻指食，呃，指食着它，它是什么呢？它就是我们刚才讲的这个很小很小的这个物体啊。然后呢，这个时候更加的重要的啊，更加重要的是什么呢？啊，这个时候还要说一下，这个我们的这个时候呢，严金啊，就是精良的啊，严秋就尽量的不要钻冻啊。然后呢，尽量的少扎烟啊。 啊，不眨眼是不可能的，但是呢，尽量的少眨眼啊。尽量的，就是因为这个这个眨眼呐、啊，转眼球啊，那尽量的就不要影响到影响到我们的这个啊心啊，因为我们的眼睛跟这个心呢、啊，就是有密切的关系。比如说，我们心里像什么啊，眼睛里面啊看得出来的。然后我们的眼球一动啊，然后呢，心呢、啊，它也会有一定的这个影响的，啊，影响的。 所以很多人就是就干脆把眼睛闭了打坐的时候哎，但是这个不解决问题的，所以我们不能这样子睁开眼睛看哎，但是呢，通过另外一种方法，把心慢慢慢慢的这个降低哎，它的这个波动要降低到一定的程度上，然后呢就是安住哎，那这是眼球不专懂，尽量少杂样啊。然后第三个呢就是说语词。 同时，性也毫无三乱。哎，这就是刚才讲的这个这个同时呢，我们最关键的，哎、呃，其实这个我们前面这个看这个小小五体啊，其实看跟不看不看都无所谓了。到了后面的那个那个无相机制的时候，就根本就不看了。这个就这个这个不是最重要了啊。 最重要的就是心里面不能不能散乱啊！心里面散乱的意思就是说，心里面就不要去想东西了。哎，那不想东西，这个能解决什么问题呢？啊、呃，当然这个不会解决什么问题，顶多就是我们心很平静平静而已啊。但是它就是我们上楼梯的台阶一样，哎，它是很需要的。如果没有这个台阶啊，就是没办法往上爬。哎，就是因为是我们刚才讲了，我们是这个。 中下根基的根基的这样子的修行人，哎，所以我们不通过这个，这个，这个禅定是不可以的。比如说，比如说像我们刚才讲了慧能大师啊，他不需要。然后呢，大圆满啊，大圆满他不讲这个，他他自己的真正的他的这个方法啊，他自己的这个真实的这个方法当中呢，他也不讲，啊、呃，这个机制的，他也不需要机制的，哎，但是呢。 因为我们的这个根基啊，就是没有那么的好，所以呢，虽然大圆满不讲，啊，那我们是需要的，哎，我们也不讲的话，那我们是没办法，这个大圆满的法跟我们没办法连接啊，没办法连接，够不着，哎，所以呢，就是我们要修这个一步一步的往上修，哎，这个特别重要的，所以在这个时候呢，啊，这个时候呢，我们的心毫无三卵啊。 清然明然，哎，什么叫清然明然？大家知道吧？啊，清是什么意思呢？清空了，哎，清空了，清空了，意思就是说没有任何的这个杂念，啊、哎，没有任何杂念，好的、不好的，什么杂念都没有。明然是什么呢？明然就是明然的这个这个翻啊，这个翻译的词是什么呢啊？相翻的是是昏昏沉沉的，哎。 那么大佐的时候呢，虽然没有念头，但是这样子昏昏沉沉也不行啊。所以就是明然，就是说头脑非常的清新。哎，虽然没有念头啊，虽然没有任何的念头，但是呢，头脑是非常非常的清新啊。实际上我们就是为了大家方便理解说，说头脑实际上就是我们的心是非常的哎呃这个明了，意思就是说我们的这个心啊非常的。 这个明亮，哎、呃，也就是说，这个明还没有啊，还没有涉及到这个空心啊、佛心、佛心的光明啊，这些都是的，都都都都是两回事啊，还没有讲到这个光明。那这个明是什么？就仅仅时，我们的哎，这个心很平静啊，一点都不昏沉哎，不昏沉，那就是这个意思啊，仅此而已啊。 仅此而已。这个不论我们上升到呃什么这个空心呐、啊，那个呃佛心呐、啊，那这样子的话，这两个有一点点混乱啊、呃。所以呢，这个是这个这个明然，我们呃，比如说大圆满里面他也会这样子讲的啊，大圆满大手音里面也会有这两个字啊，清然明然会有的，呃，但是内容不一样的哎、呃，内容不一样。我们这个地我们这个地方呢，情，哎、呃。 就是我们这个没有什么念头了，哎，这个就是晴空了，哎，明是什么呢？明就是我们这个、这个大坐的时候呢，我们自己非常的清楚的感觉到、感受到我自己当下的这种非常平静的这个状态，哎，就是一点都、呃、不模糊哦、呃，或者是一点都不昏沉啊，仅此而已，这样子，坦然啊，坦然，也就是说非常的轻松放松，哎。 轻松和放松，也就是说，非常的自然，哎，非常的自然。呃，虽然这个还没有达到这个空心跟这个佛心的境界啊，但是呢，在这个当中这样子这个这个安住的时候呢，它也是非常的自然的，哎，非常自然。所以这三个然，哎，特别重要。清然，哎，没有任何的念头；明然，啊，不昏沉。 坦然啊，就是不照做，哎，不照做。比如说照做，我们比如说照做，哎，我要修，我要应该这么去想，我也应该那么去想啊，那这样子就就不对了，哎，你就是不需要去想啊，我应该这么想，那么想，不要这样子，哎，就是让他自己自然的、自然的平静，嗯，就是我们的心呢、啊，让他自然的平静。那自然的平静了以后呢，这叫做坦然，哎。 这就是特别特别的重要啊！但这个这句话呢，呃，大圆满、大手印啊，呃，甚至是这个禅宗这些里面呢，也有相通的话啊、呃，像这三个都有相通的内容，但是呃，这个层次是完全完全不一样。我们今天讲的全部都在讲什么呢？就在讲阿赖耶识啊，都、呃、在讲阿赖耶识的一个一个状态。哎。 然后大圆满大寿音跟这个禅宗讲的时候呢，那人家讲的当然不是大这个不是这个阿赖耶识啊，人家讲的是什么？就是正悟空心的智慧，或者是佛心，或者是本来面目啊，讲的是这些。呃，我们现在讲的是什么？就讲的是阿赖耶识的一个感受或者一种感觉而已，是在讲一个我们自己的感觉啊。但这个感觉呢也是非常有意义的，哎、呃，晴空啊。 然后非常的清醒啊，然后就是自然，哎，这三个特别重要。坦然的啊、呃，按住在它的上面，哎，它是什么？就刚才我们讲的这个物体啊，它的上面我们怎么怎么按住在那个那个物体上面呢？刚才不就讲过了吗？实际上我们的心啊没有办法，就是放在这个物体上面啊，那是不是我们的心去向这个物体？ 就这个角是不是在它上面呢？那当然不是啊。那这样子就不是极致了、啊。哎，我们的物，我们的心如果去向这个东西啊，心里面去向，那不就是念头出来了吗？啊，念头出来了呢，就是自然就就就,就进入，又是进入了这个混乱的这种这种状态啊。那这个混乱的状状态呢，恰恰跟这个情然,然,然、明然、坦然就相反的，哎，相反的，所以也不是去向。 那到底什么就安住在他的上面呢？哎，这个文字上不用纠结。哎，刚才已经讲了，哎，就是就这意思。这个特别重要啊，急不能把心收得特别的精，啊。意思就是说，我们就是特别的这个这个专注啊，就是比比如说这个我们看到这个小一个一个某一个物体，然后呢特别的这个精精的啊，就是心把专专注于这个上面，哎。 那太近了啊，那也就那这样子以后呢，不就是这个贪婪这个就没有了吗？就不自然了啊啊！特别的在乎，就我一定要把这个心，就是要专注在这个上面，就这么想啊。那这样子的话呢，那自然它就不是自然了，它就不自然了。哎，这不行，哎，这个不行的。然后呢？ 也不要让他啊散乱在庸俗的状态当中啊，那这个就是太随意了啊、哎，就是比如说，就他想想，他想想什么就想什么，就根本就不管理他啊，不管他啊，那这样子就根本没有意思呀，这也不行，这样这样子也不叫，这样子是不是叫自然呢、啊？他是不是已经自然状态状态呢？他这样子当然也不是自然的状态啊，不是我们前面讲的这种自然的状态，哎。 <coughs> 那这个就就肯定是很随便的一个这样子的状态啊、哎，这跟、个、我们平时的不就是这样子吗？啊，平时我们在现实当中啊，经常都是这样子，但在哎这个地方呢，啊，不能这样子啊，所以呢，啊，就是只是在以形不乱的基础上，本然啊，又多了一个本然出来了，意思就是说。 我们的现在，我们的这个这个非常平静的这个状态呢，啊、呃，是阿赖耶识的本质上面，哎，就是它是阿赖耶识的本体上，哎，我们就回归到阿赖耶识的本体上，所以叫做本然，哎，嗯、本然啊，本然啊，坦然按住，哎，就是这样子按住，哎，当他真实按住时，放松下来，稍稍休息。 哎，这个特别重要啊！大家一定要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呃，这个文字上啊，在这个文字上呢，就不是很清楚啊。意思就是说，当我们的心特别这个平静的时候，真的就做到了这个清然、明然、坦然这样子的时候啊，自己感觉到这个正式进入了这个禅定的状态的时候呢，感觉到哎，这个。 就自己感觉到真实进入了这个禅定状态的时候啊，那那个时候呢，不是说了吗？放松下来是什么意思呢？那就不要修了，就就就就不修了，就这意思啊。放松下来就是就马上就不修了，马上就停止，就这意思，马上就停止。哎，这个就是我们就有点点不理解，为什么停止呢？就感觉最好的时候啊，感觉最好的时候不就要坚持吗？为什么这个时候要停下来呢？哎，不，这个时候就要停下来。 这个是为什么要停下来呢？如果这个时候如果不停下来的话啊，后面的话呢，反正就是就走不了多远，就一会儿会儿，哎，那这样子以后呢，有一个念头出来了，念头出来就把这个状态被破坏了，那这样子就很很被动，哎，很被动。那我现在主动的，哎，主动的就停下来，那这个主动停跟被动停有什么不一样呢？又不一样啊。 如果我们每一次打坐的时候，感觉前前面感觉特别好，后面就有一个年头就把这个状态给破坏了啊，后面就是一个很被动的停下来。每一次这样子的话呢，我们对禅定啊，慢慢慢慢就就就就有一点点、呃，有一点点这个，啊、呃，就是不感兴趣了，哎、呃，就是有点不感兴趣了，就是因为每每次的结尾的时候都是一个一个。 呃，不太好的状态，哎，每一次后面的时候就是一个不太好的状态，所以呢，就有有些很多时候就是有一点点，呃，就是有点失望，哎，对，就有点失望这个意思啊，就是觉得哎，这个我每一次就是就我打做了一会儿会儿，就又来了一个念头啊，被动的，被动的就打断了，就有点点失望啊。那如果状态就虽然这个就这么几秒钟啊，啊、呃，这个时时间不长，哎，但是呢，我自己。 主动的听下来的时候呢，啊，主动这个听下来的时候啊，我自己主动听下来的时候呢，然后，这个最后的这个结局啊，就是一个非非常非常这个快乐的状态。意思就是说，感觉感觉特别好，哎，就是我自己感觉特别好的时候，我自己主动停止了啊。那么这样子以后呢，就是就是觉得下一步我特别有兴趣，哎，我下一步就我要大做的。 那个进入这个状态特别有感感兴趣哎，就这一个是，比如说我们，比如说你，比如说两个人聊天啊，聊天这个聊得特别开，特别开心的时候，好就是不聊了哎，就走了。那么这样子的话呢，大家就觉得就下一次特别想再聊一聊哎，就就再约再聊一聊哎，感觉特别好哎。如果是聊聊聊聊，最后就觉得特别无聊哎，这样子以后呢，就是在这个当中走走了哎，那就下一次就就不想再约了哎。 就是这个意思啊，就这个这个这个道理，道理就是这个。感觉特别好的时候，主动的呃停下来，但是停下来了以后呢，有有听完了以后呢，有有有立即就要去修啊。听完了以后，我们是不是就结束了？不是，哎、呃，是停下来了。呃，这个就是告了一个段落，停下来了。但是呢，整个餐厅还没有听，就是要立即又要去修。哎、呃，这样子以后呢，每一次都这样子就，呃。 前面感觉特别好，然后呢，后面的听制呢就是主动听的，哎、呃，这样以后呢，下一步特别特别有力气，哎、呃，香，特别想秀，哎、呃，这个意思啊。如果每一次都是开始的时候就感觉不错，到后面呢，哎、呃，就是就是就是各种各样的念头出来了，然后很被动，哎、呃，听滞了啊。那么这样子以后呢，下一次再想再修的时候呢。 就是没有这种力气，哎、呃，就是有一点点，有有一点点受到打击，哎、呃，这样子的感觉。所以这个就是人家啊、呃，以前的这些巫术的这些非常非常有经验的这些修行人啊、呃，他们的一个一个方法啊、呃，一个方法特别特别有用的，哎、呃。所以就是，嗯，但是这个是刚刚开始的时候啊，后面的话呢，我们。 就是把这个时间，比如说可以可以拉长啊，感觉特别好的时候呢，比如说我们开始的时候呢，就感觉特别好的这个状态啊，只有一分钟啊，一分钟我自己主动听下来啊，听完了以后呢，又立即又再去修，哎、啊，又有一分钟，哎、啊，一分钟又听下来，呃，后面呢，比如说就听了十次啊，那么就是有了十分钟十分钟的禅定，都是一个特别感觉不错的，啊，这个禅定啊。 十分钟，虽然这个中间呢、啊、就是短了十次啊，但是呢，整体来讲特别好，感觉非常好的，哎，这样子。如果是大作啊，大作我们不懂得这个时候听下来的话，后面呢就念头出来了，念头出来了以后呢，我们也不一定呢、啊、及时的会发现，哎，如果不没有发现的话呢，那那后面比如说真正的餐厅只只有一分钟啊，然后后面的这些。 这些这些念头，就是可能有两分钟、三分钟啊，持续了这么长时间，我自己都没有没有发现，哎，然后一发现的时候呢，哦，已经就是走神，走了走了走了好几分钟了。那这样子的话呢，五分钟过去了，但是这个当中呢，真正的这个禅定呢，只有一分钟啊，剩下的四分钟呢，哦、呃，就是就就就走走神，哎，胡思乱想，所以这个是这样，时间长了以后呢。 就是对这个，就就每一次都受到打击啊，这样以后呢，对餐厅就就后面慢慢的有一点点不感兴趣了，哎，所以就是这个中间的特别好的时候呢，要要端下来啊，啊一心啊，这一心不散，种自然啊，自然的啊按住哦，这个前面稍稍休息啊，就这个意思啊，然后呢，但是这个休息是什么意思呢？啊，就就这么。 就这么瞬间啊，打、呃、断了哎、呃，但是呃，绝不能让妄念蔓延哎、呃，就是说这个时候，当时是不是就就修了一分钟以后就不修了？那不是啊，那不是，凝神专注哎，呃不呃一心不散，自然中安住。好，这个具体修法就这几个啊，没有别的了，后面都我们你自己看就可以了啊、呃。具体的修法是这样子哎。 那这个呢，相当的重要啊、哎。然后呢，大家一定要，呃，就认认真真的去修。哎，这个是我们呃非常的一个重要的这个修法啊。简单，这个修法非常的简单。实际上呢，实际上呢，我们眼睛看一个某个东西，然后心里什么都不想，哎，这个就是修法了。哎，佛经里面我们经常也看到啊。 就是什么都不修，不修就是修，哎，这这样子的话啊，那么这个当然是不不是讲的是机制啊，这个、这个里面讲的是空心，但是呢，机制啊也有这种感觉啊。实际上我们在修啊，我们会说我们在修机制啊，但是实实际上呢，我们什么也没有修啊，啊，就什么都不像啊，那这个就叫做修啊，这叫做修。 如果有有，如果去想某一个东西啊，去思考某一个东西的话，那就会到这个前面的加心的阶段，啊、呃，是加薪无加薪的这个这个阶段，那、呃、就回去了，哎、呃，所以这个时候呢，什么都不想啊，那什么都不想也叫修吗？啊、呃，就是叫修，哎、呃，什么都不想就是修，什么都不修就是修，哎、呃，就这意思。但是当然要知道，这个不是一个，不是一个最终的。 这个修法，哎、呃，这是一个我们的一个一个一个,一个暂时的啊、呃，一个一个方法而已。这后面呢，还是要超越，哎、呃，要超越这个，呃，但是开始的时候呢，啊、呃，必须要有这个啊，特别重要。那么这样子的话呢，我们大家这个这个有几个，这个里面有几个核心的一个关键词啊，这几个记住就好了。关键词啊、呃，就是清染，哎，清染，清空所有的这些，就是所有的这念头啊。 都要都要都要清空，哎，放空，哎，这一个，然后呢，明染，哎，虽然没有念头，但是呢，我们自己大做的时候啊，这跟、个、我们语言表达是不太好表达。虽然这个还不是真悟的境界，但是呢，呃，这个禅修有些时候，因为是内在的感觉啊，所以有些时候我们用语言的表达也不是很不是很准确、啊，哎。 但是我们自己每一个人去修就知道，这个什么是什么是情然啊，然后什么是明然，就是当我们没有任何的念头的时候，我们心里是非常非常清新的啊，呃、非常的清新，啊、呃、所以就是明然了啊。然后呢，这里啊就是坦然啊，后面还有一个自然，这两个就一个意思哎、呃。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不去造作的去想啊。 任何事情，哎、呃，不要造作的去，比如说空心呐、啊、物我呀、啊、呃、明呐、啊、啊、清清然呐、啊、明然呐、啊，这些都不能这么去想啊。这去想这些事情，那么就是就就不自然了啊。就是我把我们的心完全就就让它回归到阿赖耶识的这个层面上，哎、呃，实际上就是一种某种程度上，这也就是一种归零啊，归、哎、零啊，让它。 零是什么呢？零就是阿赖耶识啊，就让它归零，呃，不像，什么都不像，让它归零，就在这个零的这个层面上，哎、啊，然后呢，啊，就是让它，就是就按停留在这个上面，哎，那么让它停留在这个上面，那么这个就叫做自然，哎，就什么也不用去想，自然的状态是这样子，嗯，那这个。 啊，就叫做这个它的具体的这个修法，哎，那么，啊、呃、这个是非常重要了啊。好、啊、好，下面呢，哎、呃，就讲这个具体的方法啊，那我们具体的这个真正的核心的部分就就就这个了，大家记住这就可以了啊。那后面呢几个方法啊，几个方法讲一讲，方法呢就是九竹心，哎，九竹心。 然后这个九竹星啊，九竹星，呃，以前啊、呃、讲过很多很多遍啊，这个会登的那个那个资料里面都有的，呃，但是简单说一下啊，九竹星我们现在暂时不需要，只需要前面的呃三个啊，九个当中啊，我们只需要前面的这个三个，那么三个当中呢，这个、嗯、暗珠星，哎，第一个叫做暗珠星，暗珠星啊。 暗住性是什么呢？我们刚才讲的这个跟这个救助性要结合起来啊，结合起来。暗住是什么呢？我们刚才不是讲了吗？啊，这个情然、明然，然后呢，坦然，就在我们这，就就是进入在这个这样子的状态的时候啊，进入到这样子的状态的时候呢，那这叫什么呢？这叫安住啊，这就叫暗住。哎，我们前面也讲了。 异性不散，种自然安住。哎，那这个就是这个这个九竹心里面的安住。哎，安住就是这个啊，这个第一个。哎，这个就是大家这个我们理论上就学一下没有啊？这个我们要学这个实操的方法啊。这个就是这样子安住，这叫做安住心啊。九竹心里面的安住心就叫这个。哎，这我们刚才已经讲了，这个明白了。 好好，第二个叫做“许竹心啊，积许积许，这个很简单啊。“许竹心的意思呢是什么呢？就是保持，哎，就是保持这个状态，哎，保持这个状态。我们刚才已经进入了这样子的一个那个清然明然的状态啊，那么现在就要持续这个状态，哎，就能持续多少就多少，哎，我们后面就是讲了，刚才要大段啊，还没有大段之前的这个阶段当中呢。 啊，就是要积蓄，要积蓄。呃，这个时候呢，不要让，哎、呃，其他的念头产生啊、呃。尽量的，就是保持现状。哎、呃，那这叫做虚竹心。哎、呃，这个就叫做虚竹心。然后第三个呢，啊、呃，就叫做戒竹心。啊，结竹心，结是什么呢？结就是理解啊，理解的意思啊。理解什么？理解，理解什么呢？嗯、啊。 理解你们用的字是不是“解”？理解解诸事啊？对对，解诸心。那解诸心的意思就是理解啊，了解理解了解啊，了解什么呢？比如说我们的心呐、啊，就是这样子。这个打坐的时候呢，他一定会他一定会啊，因为我们都是初学者、啊，所以他一定会再怎么样用功，他一定会一定会走神哎，他一定会走神。那么。 走深的时候啊，他跑深的时候，他抛出去的时候呢，立即要要了解，呃，就是要知道这个这个情况，哎、呃，这个情况。那么知道了以后呢，啊，就是不要让他继续，呃，继续，呃，走下去。前面我们也讲过啊，在此期间绝不能往年蔓延，哎、呃，那就是让他继续走，那不就蔓延了吗？哎、呃。 那这个时候呢，就把它拉回来，哎，拉回来，拉回来了以后呢，油让它就是就就在这个让它这个安住，哎，安住于我们刚才讲的这个状态当中，哎，那这样子它就又回来了，哎，回来了，油开始安住了啊，那安住了以后呢，就这三个我们循环这三个啊，安住了以后呢，然后就是坚持，哎，保持啊，那么这个是什么呢？ 啊，就是虚竹心了，哎，那再继续，再继续，我们再怎么怎么样用功啊？因为初学者他一定会走神的，一定会跑的啊，跑了没关系，哎，就是一定要当下，一定要了解这个情况，哎，然后呢，了解了以后呢，又把他拉回来啊，拉回来了以后呢，然后又让他啊专注，哎，就是就是继续修，继续修什么呢？ 呃，继续修我们刚才讲的，实际上什么都不修了啊，就这意思。呃，就是这个，啊、呃、这个情然泯然，就是就是让他安住这当中啊。然后呢，这个安住当中又坚持啊,啊，就又坚持他走了以后又拿回来，就这三个啊，这三个我们九珠心，呃，禅定的九珠心里面啊，我们初学者，呃，最重要的就是前面的这个三个啊，前面的三个，后面的呢？ 我们可以在后面啊，这个禅定呢，就是稍微有一点点成熟的时候，有一点点精补的时候呢，然后就可以用得上后面的这个六个，哎，然后呢，前面这三个呢，就是就是这个我们刚刚打坐的时候，在这个阶段当中啊，特别重要的三个，哎，这个特别重要啊。好，这个三个是这个三个方法是任何时候都是离不开，尤其是哎。 尤其是刚刚打坐的时候是相当相当重要。好，这是这个是特别重要的三个方法。然后下面呢还有两个正知和正念，哎，这两个。那这个正念是什么呢？正念就是说念是什么呢？念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也就是讲我们念，就是说我们没有把某一个东西啊，我们一直都在想着啊，就是没有忘记啊，就这意思，没有忘记啊。 那意思就是说，我们就是不管我们修什么法，哎，就是在修行的过程当中呢，不能忘掉啊，忘了以后呢，那他就不就不就不就已已经离开我们的心了啊，已经不在这个上面了，哎，所以就是这个这叫做不让它，不让它忘掉，哎，就是比如说我们刚才讲的这个这个情然明然，虽然我们没有什么像什么具体的东西啊。 但是呢，这也是一种状态啊，这也是一种状态，也是一种一种状态。那么这个状态不能忘掉啊，这个状态不能忘掉，我们的心就不能离开这个状态。那这就叫做，这叫做什么呢？正念啊，正念啊，然后正直，正直是什么？正直跟我们刚才讲的这个结是一个一个结是有关系的啊，知知道啊，结了解。 呃、哎，那不就是一个意思吗？啊，就是说我们大作的时候，哎，大作的时候呢，然后一定会走身，啊、哎，那走身的时候呢，必须要哎指导，哎，那么这就叫做正知，哎，我们的心离开的时候呢，及时的发现啊，当下就知道他离开了，哎，那么这个就叫做什么呢？么这叫做这个正知。那么正知他知道了以后呢？ 然后就是第三个，我们第三个心就来了，接住，哎，啊不，呃，对，接住心啊，然后把它拉回来，哎，拉回来，按住在这个上面。所以这三个啊，三个心和两两个这个针，哎，这五个啊联合呃起来啊，联合起来，然后把我们的心夹在这个里面啊，就不让它跑，哎。 加在这五个当中，啊、哎，五个方法当中，只要有这五个方法啊，然后呢，我们的心就能够可以慢慢的可以这个，呃，停下来。的这个特别重要啊，这个五个方法，哎，大家要记住五个方法啊，还有一个思想准备，哎，一个思想准备，一个思想准备是什么呢？我们还没有这个开始的时候呢，大家必须要知道，我们大做的时候，我们的心一定会，哎。 这个杂念非常非常的多，一定会走神的，哎，一定很这个，一定会这个状态是非常非常糟糕的，哎，不要以为我们一袖禅定的时候就是清然、明然、坦然，不可能的，这根本就不可能了，哎，我们可能是大坐了半个小时，这个当中呢，就是这个清然、明然，可能顶多也就这么几分钟就已经很不错了，其他的都是杂念，哎，其他的都是杂念，所以。 这个我们前面呢、啊，就是要有一个这样子的思想准备，哎，这样子以后呢，我们啊、呃，到时候就是好，哎，好面对，哎，要不然的话，我们想的太简单了，就是说我一一一秀大一一大作的时候呢，啊，那就沾沾念就没有了，哎，不会有沾念，我就是清人了、明人了，啊，这么想这么简单，到时候就是。 杂念特别特别的多，那这个时候呢，很多很多的人啊，很多修行人呢，就是过不了这个关啊。很多人就觉得我对这个修心啊、禅修呃没有因缘，呃，有些、呃、人就觉得我这个业障深重啊、呃，反正给自己找很多很多的借口，哦、呃，然后就是不修了，哎，这样子就是这个过不了这个关啊，所以必须要有这样子的思想准备，哎，大家一定要知道，一定会。 一定会，我们开始大做的时候一定会非常的混乱，哎，但是呢后面一定会没问题的，哎，这两个非常的重要，哎，大家要记住，哎，这些就是禅定的这个这个这个窍诀啊。然后我们文字上呢，啊，就是不需要讲太多了，哎，自己看。那我们的这个这个里面虽然有很多其他的这个禅修的方法啊，这个我们大家就不需要不需要看了，哎，我们就修这个啊，就修、是、这个。 这个今天我们讲的这个修法，哎、呃，修三十小三十个小时，哎、呃，三十个小时，哎、呃，如果是每天啊、呃、修一个小时的话，那就要修一个月，哎，每天修一个小时啊，每天修一个小时，啊，呃、那就修一个月，哎、呃，如果有更多的时间啊、呃，那更多的时间的话，那就是根据自己的时间啊、呃，自己安排，哎、呃，自己安排。 一般情况下就是一天一个小时，哎，呃，这样子就是休三十，哎，休这个三十天这样子啊。然后呢，如果今天我们讲的已经很清楚了啊，然后还有一些自己如果是觉得有些地方不明白的话呢，一些相关的啊，有些比如有些有些地方如果要自己想多了解一下的话呢，啊，那么这个回灯之光的。 那个视频里面有这这方面的那个禅修的这个视频很多啊，那文字的资料也也也也很多的，哎，自己看。然后呢，也有其他这个，因为为什么说会灯之光呢？因为通俗易懂，大家都就是就是就呃不会吃力啊。那其他的佛经呢，比如说这个里面呢，我们就刚刚念的这几个字，大家都会念，哎，但是呢。 大家也知道什么叫做这个禅修啊，但是呢，这个具体的，比如说这个情染呐、名染呐这些东西，要结合于我们自己的体验啊、呃、感受啊、呃，那这样子的时候呢，这就是有一定的、一定的难度，哎，所以呢，有些佛经呢，我们比如说它没有翻译成我们现代语言的时候，就是有点有有一定的难度，哎。 呃，所以这个慧灯的话，就是基本上没有这些问题了。所以呢，大大家也可以、可以、可以了解啊，然后呢，可以去阅读啊，可以去看参考。然后呢，还有当然还有很多很多的那个禅修的这个佛经啊，禅修的具体的方法啊，这个大家也可以去学习，可以读啊，可以阅读啊，这样子可能也有也有帮助，哎、啊，特别好。那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 然后呢，这个修完了以后呢，后面的那些回向啊啊这些呃，今天就不用说了，哎，大家都是知道的，哎，回向这些是我们呃，就是这个禅修不是啊，不是不需要回向啊，而是大家已经已经已经很清楚了，所以就不需要讲了，哎，回向这些我们就不讲了。好，这个修法就讲完了，大家修一个月。好，我们今天的这个呃禅修啊、呃、的修法。 给大家啊介绍到这里。好，下面呢啊，下面呢，然后大家有什么问题的话啊，大家可以提问题。我们大概就是十分钟，哎左右，我们可以提问题。嗯、呃，想请教堪布，嗯，自己一直在修破法，经常串息，呃，能够确保往生吗？然后他说。 平常修这个法的时候，头总是感觉很胀很疼，特别是修最后一个仪轨的时候，念怕的咒语的时候，呃，更加明显。他说会不会串戏的时候就会往生了呢？不会，就是串戏的时候就就念那个后面就念那个修长寿的修法，它本身后面就有一个简单的长寿法，念这个就没问题了。 说每次每次每次修完了以后呢，就是要修一下长寿的法。说他这种这种出现头胀的这种情况是正常的，正常的。如果是如果特别不舒服的话，可以休息几天。嗯，他问：当我们自己到了临终的时候，呃，自己来得及修破瓦法的时候，就自己修，最好还是有上师在旁边同时超度最好。如果是这样，是否能够顺利往生极乐呢？ 如果没有顺利往生极乐，到了法性中阴，需要念文武百尊的中医文教得度法四十九天。一般情况下，亡人离上师的寺庙很远，师父们在寺院念文武百尊的超度经文，对亡者有很大的帮助吗？需要发亡者的照片和死亡的时间等信息吗？那个婆发的他。 他自己啊，这个修法当中就降了。他是最佳的时间，哎，就是临终的时候，如果修啊，然后呢，旁边呢，上师也可以，道友也可以，有人，哎，就是提醒，那这样子的话呢，这个往生是没有问题了，往生没问题的，哎。那如果就是说还没有往生呢，那后面的这些中印的这些修法呢？ 修的话，那当然也可以成佛了，都是非常好。但是前提啊，就是要在我们还没有往生之前呢，有有有一定的这个功夫，哎，到时候才能够用得上。嗯，还有一个，比如说，呃，那个超度是有没有用？肯定是有用了，哎，超度有有用。然后。 啊、呃，王者的名字呀、照片呐，这些呢，就是就就就发给这些超度的人啊、哎，让他，呃，看看啊，然后就是做一些特殊的那个特别的回向啊，啊、呃，那这样当然也很好的，会有效果的。他问川西的时候，只观想红色的藏文舍子从心间往凡穴走，念后的时候从凡穴到阿弥陀佛的心尖这部分。 再加上怕的咒语就可以了吗？可以，这个是这个这个这个应该听听那个，嗯、应该听了吧？啊、嗯。就是这个是我们的那个上一次不就讲过吗？哎，按照那个修就可以了。嗯，他说临终通过修破法,法解脱，就不用进入了法性中阴的经历了，对吗？不用了，就是直接往生了。 呃，体会第一光明是针对正悟的修行人而言的吗？这些就不需要了，这些是密法里面的一些修法，现在先暂时不用说了。对，就好好修那个破瓦法，哎，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哎，那就后面的这些光明不光明，这都不重要了。 就是修破二法成成功的人，是不是就不不经过法性中因，在临终中因就能够解脱了是是是？刚才不就说了吗？嗯、就是不就不会有 <laughs> 后面都不会有了。嗯，好，呃，他问，在同一个坛城灌顶后，有一个师兄破戒了，按照十四条根本戒来讲，同一个坛城的其他师兄和上师都会受到很大的影响。怎样才能够减轻或者？ 这个大家去学密城街，<己>哎，自己去学习密城街。啊、呃，然后呢，密城街呃，怎么忏悔啊，这都讲得很清楚了，哎，自己去看，回灯里面有。嗯、呃，要修戒止，是否要放下世间的一切琐事？如果放不下，是否意味着福报不够？要先修福报呢？ 这个就是又开始了，我们刚才那个就是说，说就是因为福报不够了，我就不修这个了。嗯，时间的这个一切法放下，刚刚才不是说了吗？打佐的时候他要放下就可以了，哎，打坐的时候放下就可以了，其他时候放不放，就就到时候自己看。对对对对，嗯，打左的时候放下。 打坐的时候，这个就看看这个里面讲的很清楚了。哎，打坐的时候刚才不是说了吗？不能说话呀，还、哎、有就是这个连连吃粥都不吃粥，哎，就是这类的都要放下。嗯、呃，请问上师，嗯、呃，大成大成就者的化身和转世有什么差别？花生呐、啊，花生不就是转世了吗？转世一个意思。 如果是，如果是他有有有有有有花生啊，已经达到这个程度的话呢，那这个就叫做花生啊。但是那个，比如说有些有些那个呃，如果要一定要分的话呢，那花生是什么呢？比如说有些小乘佛教里面也有讲，比如说禅定修的特别好的人，他通过禅定呢，他他可以花生，他可以。 呃、哎，就化身出第二个自己，第三个自己，哎，但是呢，这个不是转世，他没有转世，这是一个外人看的话，就就就就是一个形象在，哎，但是呢，没有什么实质本质，本质就只有一个人，那这个人他可以会转世，这些化身就不会转世。啊、呃，就说有些就说化身有很多，但是转世他只有一个，转世这个。 这个人他会转世啊？化身不就他化身他的变化出来的吗？那变化出来的，就比如说魔术师变化出来的东西一样，它是没有没有实质性的东西，所以它不会转世。但是我们看起来还是化身，还是看起来跟人一样啊，跟人一样，对，看起来是跟人一样。嗯，好的。呃，请问上师，AI 可能觉醒吗？ 有人说，AI 有可能拥有自主意识之后，就可能觉醒，成为新的生命形态。还有一些说法是，碳基生命之后是硅基生命。您觉得用佛法能够解释这个问题吗？不会有，不会有自己的意识，不会有自己的意识，嗯，是个工具而已，就是一个人的工具而已，他自己不会有意识。 后面的这个是什么问题？是什么呢？后面最后的嗯，他就说有些说法是碳基生命，比如说像人呐、啊、动物这些碳基嘛，就是、说还和硅。啊、他说碳基生命之后是硅基生命，就像那个可能就机器人这种啊，嗯、呃，这种机器人没有生命，没有没有意识啊啊，啊就是不太可能，不是就是不太可能，就是说碳基生命之后就可能是另外会出现另外一种生命形态，像机器人这种。 机器人它本身不可能有这个生命，也不可能有意识，不可能有了。啊，那么，比如说机器人会不会这个一些附体，就是附到机器人上面了？这个我们不知道，理论上是有可能的，但是呢，就也许也许也许有有一些我们可能还不知道的情况，可能也许会有的，也许可能不会，不会附体，不会，可能也不会附体，它自己也不会有意识，它也不会永远也不会产生。 意识啊，然后扶梯有没有呢？也许有，但是这个呢，可能也许是没有的。呃，附可能也许是不会扶到这个机器上面，这个可能也许不可能。那、呃、这个有点点，这个有点点说不清楚。那他自己不会产生意识。呃，就像有些树木，它会有那个神灵依附的那种情况。啊那个、这个就是扶梯嘛。扶梯。就是有些树木啊，它也会有会有这个扶梯，然后呢，有了扶梯以后呢。 他们也会有一些有一些简单的动作，啊、呃，那这样子的扶梯，呃，这个机器有没有呢？那你说没有的话，那为什么叔木有扶梯机器，为什么没有呢？那这样子的话也没有一个原因，啊、呃，所以呢，也许就有会有这个扶梯啊、呃，但是我们说说不清楚，但是可以确定的就是他自己，呃，现在嗯不会有这个仪式，哎、呃，那未来呢？ 他也不会产生遗失。谢谢上师。嗯，他问在实师面前受戒发愿期满以后，想再受怎么办？是在传戒师面前再受，还是在三宝面前再受？什么戒啊？可能是受的八关斋戒八关斋戒啊？嗯、那现在暂时自己继续继续受，然后以后有机会的时候再再受。 期满了以后就是这样子。呃请问上师，学了空性，在生活当中遇到了比较复杂、需要深入分析的时候，会感觉是不是自己分别心太强了？请求上师开示，空性智慧与理性分析在生活中如何圆融？ 如果是空心没有修的不好的话，就是在生活当中没办法圆融了，哎，所以如果是如果自己修的好的话啊，这问题也不需要问了，他自己知道怎么圆融了。哎、嗯，对对对，嗯，嗯，请问上师获得小满人生的因缘需要的具备三个条件，嗯，持戒、行善和发愿。 那么持戒需要去专门受戒后才算吗？还是说自己去了解戒律后自己执行就好了呢？嗯，就受戒肯定要去收啊，收了以后就是有戒，嗯，没有收，没有收就没有戒。嗯，痛苦只是。 纸老虎这一章中讲到了，从光明中产生的一丝丝波动，就产生了最初的无名。这个一丝丝波动是怎么在光明中产生的呢？如果深思一下，阻止或者解决一下这个波动的产生，是不是就不会产生轮回了？嗯这个、看看《辉灯之光》里面有一个佛教五中奇缘说，来看看这个。对，该说的这个里面就说完了，然后呢，没有说的呢。 就是说不清楚了，嗯，对，<laughs> 嗯，他问修行和念咒哪一个更重要呢？当然修行更重要了，修行更重要。嗯，他说正在修前行，但是下坐就很清醒，一上坐就犯困，怎么不这该、个、怎么对治呢？ 啊，这个有对质的方法，看回灯，回灯里面讲讲过了，讲过很多很多遍了，啊，这些问题就不要再重复了啊，大家自己去看。呃、有一些世界上有一些说到吸引力法则，呃，啊、吸引力法则啊，呃，就说到纯念的十七秒等于两千小时的行动力。 第二个十七秒等于两万小时，第三个等于二十万小时，第四个十七秒等于两百万小时的行动力，也就达到了心物的临界点。心想事成是百分之百的科学。我知道这是谁说的？<laughs> 可能就世界上有一些说法吧。啊、世界上有一些说法，就是说。嗯，这知道，这个我不知道。知道哦。 呃、嗯，就是说，不知道佛法中有没有这个道理？没有这样，没有佛教里面没有这样说法。哦，嗯，所以说，他说，呃，索拉基堪布写了一个本书，叫做“做才是得到”，那想就能得到，符合因果吗？当然了，做肯定会得到呀。做就做，做任何事情都会有一个结果。不做怎么能得得到呢？不做就得不到啊，做就能得得到。 那想想就能得到，这符合因果吗？就是如果当然符合因果，这做本来就是因呢、啊。啊，对，他说想就能够得到，啊、心里想啊啊，想就能得到。他因为有比较流行的，这也是一个，这也是一种因因呢、啊，也是一种因哈。这也是一个因呢、啊，想<那>啊，但当然，比如说，比如说你说去心里想某一个东西，你就能得，嗯、这个不可能了。嗯、啊。 那那比如说佛法里面怎么看那个吸引力法则呢？就是它就是、没有这么简单嘛。佛法里面没有这么简单的事。没有这么简单的事情。事情哎、对对对对对。嗯，<对>那他、就是、有人又问他，比如说我观想本尊，我不停的在想，啊，没在没有没有、这个、也是在想这个东西。这个这个、佛法里面不是这样子啊。这个就是说，嗯、那个比如说你心里面去想某一件事情，你想得到，哎，你就会得到，嗯、这就是信念的力量。 是不是啊？嗯,嗯，对，<一>他可能有一本书就叫做《新年的力量》，类似，那他就不就什么说的吗？嗯嗯，对，方法,法里面肯定不会呀、啊。嗯、那太太好了，那那那我们大家都不去工作了，呃，都都都有，呃，一香油钱不就有钱了吗？<laughs> 嗯，<laughs> 嗯 <laughs> 就是他还是必须要符合但。但是这个新年它肯定会有，会起到一些作用，这肯定的。哎哦、但是呢，你比如说，你想得到就得,得到，这当然哪有的嘛？ 简单的，所以呢，必须要符合因果。嗯，就因果肯定的，这个本身也是一个因果，但是呢，嗯，因果里面呢，它就是必须要有客观的，它自己的，比如说某一个锅啊，它有很多很多因呢、啊，嗯，因和缘呢、啊，嗯，那你光是就是香就就就可以得到，当然不是这样子，香你当然比如说其中一个了，那那还有一个其他的很多的其他的因缘啊，这些都具备了以后呢，才能够。 得到哎，才能够有，才能够产生他的锅。嗯，光是香啊，那肯定不行，是这个意思吧？是啊、嗯，大概是个意思。他就是说光想能不能得到，就是、啊、就是这这还要问吗？因为就是现在市面上很多那个流行的说法，就是说的那种吸引力法则。实际上是流行的说法，<对>但是实际上谁也没有得到呀。<laughs> 他意思就是说不太不是特别专注的意思，就是说因为你没有特别专注，所以你才没有再、嗯、专注也没用，再 <laughs> 专注也得不到。嗯，嗯,嗯，啊不，嗯，犯密乘戒的标准是什么？比如说，哎，这个就是学密乘戒，学、哦、密乘戒，这个会灯主管讲的清清楚楚了，哦、不要再问这些啊，以后都不不不要问，念都不要念这些。 还有一边说超度很困难，很多大成就者超度后，嗯，超度不一定能够成功，但是又有很多说人说普通人练地地藏经超度王者有梦境的现象，我们应该怎么样理理解这种现象的？超度是有一定有帮助的，但是呢，帮助到什么样的程度，这个得要看超度的人啊，超度的人的境界。 那、呃、当时，当然，这个他自己的因缘也是非常的重要。哎，如果他自己因缘不具备的话呢，超度的人的，超度的人可能也没没没办法了。好，最后一个问题啊，嗯，这个他问，他说是完全由零基础入门的，有的师兄也很热情的帮忙把自己的上师引荐给其他师兄，包括我在内。那说。 上师说过，一指上师需要在时间长时间的观察，在目前的情况下，长时间的观察一位上师的条件和机缘好像不是很充分。我们知道，善善知识都是佛菩萨的化身，无二无别。想请问上师，怎么样才能做到依法不依人的一指上师呢？这个不就是那个那个吴家兴的上师一治上师的方法里面不就讲过了吗？ 哎，那个里面怎么讲就怎么做。嗯，好，好 <laughs> 好，他们说说那么多，一当们十八年多的，你别沾那半些，几个南京万龙这把这边都领着啊，住着小，我们啊红板子。 ंग सद होम आज रंग गामा स हो ओम आह बजरंग बामा सद हो